好的，那现在去挖红石吧。我已经有一条选定好的路线了，就是这里。嘿，这就是我矿道，不过那里有十分要命的家伙，所以我决定稍微绕一下。对，从这边下去。石头也太慢了吧，石头。我可以换铁制工具来吗？我就用铁制工具吧。有，敌人来了，敌人来袭。对，这个就是之前 Monster Swarm 拆家的时候，把我树也拆了，这是莫名其妙。将就一下吧。Shadow 喂。Games，Dead 喂。in the dark。别这样好吗？这样又开活动出来了。没关系，等下去矿坑应该不会遇到吧？快闪就对了。我现在要需要快点闪，然后，因为他被卡住了。赶快把那个铁镐做出来。帅了。好，躲进去，在这边就安全了，大概。是取得灵魂石，然后把牛拐回家，还有把鸡也拐回家，然后再慢慢养，养成有牛奶的鸡，什么有牛奶的牛，有鸡蛋的鸡，这样子才可以做蛋糕，然后做完蛋糕才可以去拐女仆回家，拐女仆回家帮忙做事，这样子。所以在那之前，还有好多事情要做，就慢慢挖吧。我怎么好像听到一个怪物的声音？我没带合成台，我要吃的却没带合成台，算了，那就反正也不急。终于火把用完了，这什么啊？洗岩浆，好，先找到岩浆了，不要紧，带个合成台下去，小石梯。要做石梯吗？石梯不是很好看呢。啊，对了，去买了。钱呢？我钱放哪里？钱呢？钱呢？找到了钱，然后把石头拿去卖了。嘿嘿，有村庄模组就是好。哎，跳，来村庄。你好，我来买木头，有没有卖木头啊？他们好像也不是很多木头。哎呦，已经懂他们在讲什么了，太好玩了。那木头，我买橡木，好。现在懒得砍柴，直接去买，然后再把它做成梯子。哎，超大量的梯子，梯子通通做成梯子。哎，我那边是不是有梯子？这边有梯子，好，然后合成台带下去，吃的带下去，铁镐带下去。咦，好近哦，就在这边而已。
是不是跟着我？那些怪物是不是跟着我走啊？啊，那边是岩浆，岩浆附近也容易生怪，所以要小心点。绕过去，绕过去。听到怪物的声音了。哇哦！嗯，这样子看来，哟，危险啊！哎，宝石，哟，哟，拿到颗宝石了。这样太危险了，先挡起来。光辉的石榴石可以做灯，就这样。好，就只是装饰，就好，好吧，就装饰。这里在多少层呢？这里是最高度11就可以了，11应该找得到黄石，不是说连钻石都找到了吗？这里有鱼耶，因为这鱼超可爱的，这鱼是安全的动物可以吃，可是问题是抓不过来，抓不过来就没用。好，继续挖。哎，对面就是红石的。那边有水，那个这是叫我扑过去的意思，应该不会。嗯，谨慎一点好了。什么叫谨慎一点呢？谨慎点是这样子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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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算被攻击我也不会摔下去，太完美了。 Yes， 红石拿到手了，好多，超多的。红石收集完毕，可以丢了。这个石头先留着。体质，体质，体质。奇怪的声音，算了。好，现在也挖到红石了，我就可以做下一步的工具了。粘性红石 ？No， 不是粘性红石，是魔力，也不是魔力。哎，魔力，所以快要可以做了。洒水器，洒水器虽然很好，可是现在还用不到。动力传达核心，动力传达轴心，动力传达柱，两根，四根。然后要做风车好呢，还是水车呢？
竹子。风车、水车。先做竹箱，竹箱。哎呀。先做竹箱，水车好了，水车比较好看。喂，哪来的啊？我的树啊！真的扯欸，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明明这边没有地方跟他过来，他却还是出现了。箱子以后要加高一点了。哪来的啊？真的是奇怪嘞。先整理一下箱子吧。好了，终于把箱子整理完了。那现在要来做水车。把它搬到这边来，在这边吧，就在这边吧。喂，好，就在这边悬空起来。溺水车变了，这个到底怎么拆啊？左边呢？OK， 在这边。我现在装好了，首先。动力轴、轴心、水车，哦，水车出来了。嗯，一团乱了。先把它对着它，然后再拆掉它，然后再把水车给装上去，然后再把从柱子给装上去。嗯，为什么水车掉下来了？然后。哪一个方向才对？这个吗 ？OK， 接好了，水车完成。看起来丑丑的，不过没差啦。一桶水给它，然后可以来做点东西了。石沙腐肉，丑丑腐肉的耶。石头、沙子、腐肉，好，开始做粘土了。沙子，那就缺沙子了。其实我也很难找到沙子。哟，泥土可以挖成沙子，太好了。然后什么资源都有了。现在就是去做地狱门呐、啊，要前往地狱拿点土。地狱也是一个很坑的地方，那有一些超强超恐怖的怪物，所以大意不得啊。
一下，先来个无限水吧。好的，岩浆桶倒一桶，再一桶，再一桶，再一桶，倒水。好的，接下来土堆。倒水啊，对了，还要打火机，我还没有打火机。生态，幸好有铁矿。哎，有铁矿没用啊。最后一头，那好，下去下去，睡下去。这就是最大的问题。点燃传送门还是要碎石。拿到了，很开心啊。嗯，现在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超顺利。铁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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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出来。打火机，顺便把那个剪刀，多少做剪刀都忘记了。好，然后箱子，避免爆。斧头应该不用带去。打火机烧着，镐子带着，泥土带着。铜子，好，铜子留，铜子带着好了。火把带着，鹅卵石带着。煎锅，三、四，都是废物。丢回去，算了。食物带着，好的。打火机啊，开门。好，已经完成地狱传送门了，那接下来就是地狱的探险了。我们下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